要想手机读取 U 盘，可以使用这种 U 盘读卡器，先将 U 盘插入转接头，还可以插入内存卡、SD 卡，连接也很简单，就这样插在手机上就可以读取 U 盘，可以从手机下载东西到 U 盘里，也可以从 U 盘下载到手机里，还可以删除，很方便。